今日早上八点，无党派右翼议员候选人鲍广辉先生在拜票途中被极端民族主义组织袭击，但鲍广辉先生在保镖的掩护之下成功逃脱，目前下落不明。军方正全力搜救鲍广辉先生。那么，让我们先去采访一下坐在我身旁的时事评论人西萨姆的陶三英关于此事的看法。喂，哥，忙完了吗？放心吧，还算顺利。哥，锦校马上毕业典礼了，我作为优等生代表要致辞。臭小子，别骄傲啊！你和嫂子可以过来吗？现在不是说这个的时候。就这样，罢了。李哥，军方已经联系好了，大概再有半个小时就到了。好啊。哎，你和丽花怎么样了？要打算结婚了吧？下个月结。行啊，真有你的，到时候一定来啊。阿丽，你们先撤，我和阿强掩护。不行，阿信，注意安全。
力哥，阿力，阿力哥，阿力，力哥。我叫李乃星，曾经是一名保镖，如今苟活在这座城市。从某种角度上来说，我已经死了。一年前，我得了脑癌。李先生，你已经耽误了治疗，如果再不入院治疗，身体状况会越来越恶化。医生，我还有多长时间？三个月到六个月，还有可能更短。给我开六个月止疼药。我每天靠搬运海鲜维持生计，现在还能活着，已经是老天爷眷顾我了。不知道什么时间，我会突然停止心跳。也许在吃饭的时候，睡觉的时候，或者是上厕所的时候。时间虽然不多了，但我并不甘心这样离开，因为在对面的楼里有我心爱的女人。是的，我好爱她，好爱。刘花，有你一份快递放你桌子上了。好的，谢谢。
邱主编，我刚刚收到了我朋友寄来的光盘，可能是何君林机关走私的证据，但是加密了，打不开。我有个朋友可以破解，你去找他试试。何君林是个危险人物，跟进这件事你要小心。你好，我是丽花。你好。是邱主编让我来找您的。这里有份文件，希望你能帮我破解一下。这可不是一般的加密文件，它的二级加密技术非常复杂。那怎么办？我要跳过它的木马，直接进入它的后台，到达它的根部。需要多久？嘘。谢了，改天请你吃饭。这个是今天破解出来的资料，要不要先把资料交给警方？我担心以何君林的势力，到时候警方拿他没办法。这样，在交给警方之前，我们留一份底，到时候如果真的出现这种状况，我们得顶住压力，想办法曝光他。嗯。明天联系一下你的朋友，看看有没有其他证据。好，我尽快联系他。我要一碗牛腩面。牛腩面一碗啊。这段记录就用。好。不好意思啊，谢谢。今天来的有点晚啊，下回不会啊。暖面一碗。老板娘，放个音乐听听。嗯。好样子啊！感动我。
送给你的。谢谢啊。工作怎么样？累不累啊？不累，跟平常一样。嫂嫂，吃药。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了。医生说了，很快就可以做手术了。你跟我说实话，我不会怪你。我的病是不是没有希望了？嫂子，你别胡思乱想了，你要相信我，只要做了手术，你一定会好起来的。对不起啊，连累你这么长时间。你本来是个当警察的好苗子，都是因为我的拖累，害得你没能毕业。其实你跟我说实话真的没有关系，我都可以接受。你快别这么说了，我哥哥也会希望我照顾好你的。我觉得他会更希望你好吧。他之前跟我说过，等我们结婚以后搬进了新房子，也要把你接进来一起住。我那时候还笑话他说，怎么一直把你当小孩子一样看待。我哥他一定特别希望我可以照顾好你。阿丽，我们很快就可以在一起了。陈医生啊，来了。来，走。黄小姐现在肾部强伤并发症一直在恶化，现在保守治疗已经没有太大意义了。我收了你的钱，肯定会帮你办事，但是你不给我肾，我也帮不了你，所以你也想想办法。好的，我知道了，陈医生啊。做得不错，那个小子死有余辜。调查我？他死得惨吗？有没有给他好看啊？你要我杀的人，我已经杀了。我的肾呢？可以，当然可以了。但是最近肾源短缺，要涨价。做生意都是这个样子。来啊，看是你的枪快还是我的刀快。阿辉，怎么了？赚钱嘛，有必要打打杀杀的吗？做生意需要谈的，涨价归涨价，可以打折，对你来说比较划算了吧？这个女的是个记者，还要把我做大新闻。你帮我把她干掉，把我在她那里的证据帮我拿回来，就当给你打折了，价钱差不多，这样来说划算了吧？
我们刚拿到线索，他就自杀了。我不相信他是自杀。如果不是自杀的话，这事就麻烦了。我们还是尽快报警吧。嗯。你把证据马上整理出来。好。喂，邱主编，我在报社被袭击了，我怀疑也是何君林干的。啊，放心吧，我没事，证据还在我手上，我们一定要抓紧时间。阿丽，我来陪你了。
阿丽，你终于来接我了。嫂子，是我。嫂子，你不要想不开，你不能这么做。反正迟早都是要死。不，你不会的。我不同意，我哥也不会同意的。我比你更了解你哥哥，他现在一直都在等我。你不懂，你根本就不懂。二恩，你知不知道我活得有多辛苦？我求求你了，放过我，好不好？如果他还没死，影响到我的生意的话，我没得赚，你也别想得到那个谁。你杀了他，不但是帮了我，还算是帮了你自己。我知道，我知道。
你住这儿。你这一年去哪儿了？你说话呀！这里很安全，住在这儿没人找得到你。总之，我有我的苦衷。你有什么苦衷不能跟我讲啊？你说消失就消失，说出现就出现，你把我当什么？我是你老婆。Yeah.
把脸转过去，转过去，是谁要杀你？可能是何君林吧，他表面是个正经商人，他实际上做的是机关走私的生意，我有他最近交易的证据。证据在哪儿？这个。放过我们，我需要一个神救人。哎，明天晚上我一定要拿到这个神。妈的，你上当了，他骗你的。我们刚刚才看过何俊林的交易记录，唯一的那颗肾他卖给了一个非常有名的富豪，你恐怕是被骗了。不可能，我早就付过钱了。你自己看，这里清清楚楚地写着，明天就是交易日。哎，于是不要冲动。嗯，昨天的事情，对不起啊，是我不好。对了，陈医生说肾源找到了，今天就可以做手术。等做完手术啊，我们去周游世界吧。你喜欢哪儿，我们就留在哪儿。可是我想回家，回我跟阿丽的家。那我就陪你回家，我还会像哥哥那样继续照顾你的。你也该想想自己的事情了，你从警校休学那么久，毕业的事不能再拖了。等我病好了，我会照顾好自己的。
也是，我不可能照顾你一辈子的。嫂子，如果我以后不在你身边了，你要答应我，要好好照顾自己，别让我担心。放心吧，你忘了我以前有多厉害了吗？不会忘记的。带来了吗？肾呢？电脑里的东西你看过了，你是不是把我的肾卖给别人了？那你也别想活了。没想到你还挺能打呀，你枪法也不错啊。之前的事对不起啊。没事，今晚我必须得把这个肾送去医院。我陪你啊。
来。手术做完有什么打算？我想带他离开这儿，离开这里。去哪儿？可能回家吧。我们俩还有我哥，三个人从小在那儿一起长大，后来也是他俩支持我上学读警校。你一直喜欢的，对吗？是啊，但他一直不知道。我发现你这个人长得挺帅的，性格也太霸，有爱就要说出来啊！大家都是男人，男人就应该冲动一下，来，冲动一下，抓紧表白。好。对了，啊，等我从家里回来，我来看你。看我，到时候你找得到我吗？所以说现在有什么话抓紧对我说。怎么，你也要走吗？不得不走。那林花怎么办？你不带她一起走吗？我不想后悔，所以现在离她越远越好，能有多远走多远。但我看得出来她很爱你啊。我也爱她，我只是不想让她以后怪我。我觉得我后半辈子活在她心里就挺好，毕竟有很多事我不想让她知道。她怪不怪你该由她自己来决定，你应该给她一个选择的自由。我跟你说，也给你自己一个机会。我觉得他不会怪你，你为他做了这么多事。好啊，就听你的。不过呢，明天我会去医院去看你和未来的弟媳妇儿，我现场盯着你表白。好啊，那你呢？你不用管我，我会跟我的爱人过二人世界，不过你不要来捣乱。我警告你啊。我答应你啊。来，是不是好久没吃过我做的饭了？嗯，来，看着不错，尝尝。嗯，还是和以前一样好吃。好吃啊？嗯，那就多吃一点。丽华，丽华，嗯，我有件事想跟你说一下。一年前我突然消失，我知道是我不对，但是这个事是有原因的。我希望你能给我一次机会。要不这样，咱们离开这儿，我们一起回家。你看，我买了两张船票，是明天的。我保证，等回到了家，
我把整个事情的真相都告诉你。啊。你还是这样，说走就走。我还是要考虑一下。我不管你去不去，明天我在码头等你。你醒了，陈医生说手术非常成功，我们很快就可以回家了。请进。阿仁，来，给你带了些水果。谢了。客气什么呀？啊，这是我同事，这些天多亏他帮我。你好。这是我嫂子。手术挺成功啊。对，医生说手术相当成功，我很快就可以带他回家了。阿仁，我想喝粥。我马上去给你买。为什么你没有死？你也活下来了。那阿丽是怎么死的？你知道吗？阿丽，我没看见。她当时跟着鲍广辉出去了。我一个人在船舱里给他们打掩护。对方人数越来越多，我害怕。就听号逃跑了。你们没有一起走啊？没有，没有。撒谎！我明明是看着你们一起走的。在一起，不过后来就分开了。我就跳。你告诉我，到底是怎么回事？一军，你不要乱动。一军，你刚做完手术，伤口会破的。你是不是在骗我？你是不是在骗我？不要再问了，一军，我没有在骗你。你到底在瞒着我什么？你别逼我！死了？你怎么活下来了？为什么？我一直都在想，他们怎么知道我们藏在哪里？为什么阿丽死了？你为什么活下来了？为什么？你说，你到底是不是内鬼？你是不是内鬼？你说话呀！是不是？
一君，我跟你说实话，我生病了，我需要很多的钱。你背叛我！他们答应我，只要我杀了鲍广辉，就给我一笔钱，不会伤害你跟黄一军的。你疯了！立刻，我是疯了！跟你说实话，我脑子里长了东西。我需要很多的钱，我要活。你有的选，我没得选择呀。你没得选，你需要钱。我拿到钱，需要钱跟我说呀。你可以跟黄一军走，我们做目标的，现在目标死了，我们该怎么办？你能承担得起来吗？这件事我和你扛。李哥，李丹星，
这条命我迟早会还给你们，但现在还不是时候。你不要再逼我了，你不要再逼我！你南希，你给我出来！你们给我出来！二人，李南希，你哥不是我杀的，你害死我哥！行，我需要钱。又害死一句！我现在必须走。我要杀了你！我的命会还给你！
你绽放你我，繁花盛开的香味，时间改变你我，幽默的知识被漂流。飞啊飞，脆弱的体会，你是个遗忘的不后悔，不是种风在吹，被你化成灰，相互拥抱着快乐。看不到